说着光芒，谁不当样，此刻都是你的模样。无人知我心中争斗，故作镇定回复着你的问候。两个世界的我们都忙着赶路，以为定风相见的风景会夺目，但记忆像碎片一样消失，我依旧会被你吸引。在无处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降临是岛屿是陆地，谁知道你的位置却装作不在意，满心想你却只太帅了，秦总，太有魄力了，5亿，大手一挥就花出去了。看来靠闺蜜养老的理想指日可待了。等等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有种特别熟悉的感觉，感觉这件事情我经历过，好像在梦里。奇怪啊，生活中有重复发生的事很正常。那这件事情你也经历过吗？我说的可不是那个海马体效应，而是同一件事情反复发生过。啥效应？感觉事情反复发生很正常，不过5亿啊，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我能买多少个包啊？不对啊，为什么是我来签字？这件事情不是于总在负责吗？你现在是公司副总啊，这个字当然应该你来签。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倒是没有错，但是这个字真的不应该我来签。只要不出事的话，应该就没出事吧？我到底在说什么呀，小文，你不要吓我。还是冲你。是恍惚过的我，接近过后嘴唇还是热的，也无法还原曾经每时每刻，像是断了片，风筝被剪断了线，你冰冷的语气戳破我的泪腺。林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发现电脑没关，帮您关一下。我让你约的人时间定了吗？贺先生说他现在还不想见您。继续。好的，林总。还有事？没有了。回来了。这家伙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
你好，姑娘，要什么口味？要两只香草，谢谢。林总，您回来了。是，我回来了。有工作要汇报吗？有。可刚一下子全忘了。没事，想起来再说。您是出差了是吗？对，去找到你离开这里的办法。离开这里？那去哪里？表妹，您的冰激凌好了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？喜欢啊，有家人，有朋友，还有想要努力做的事情，还有喜欢的香草冰激凌。一出现又问些正常人听不懂的话。对了，你弟的结果有了吗？嗯，徐医生说晴天的心脏居然比一般人的还要强劲，我真的到现在都不敢相信。这么神奇？嗯，这件事情真的要谢谢林总。我送你回家。嗯。哎，我家开过了。我突然想起今天需要你加班。哦，好。那是什么工作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愣着干嘛？也不是第一次来了。他只是带了太多女孩回家，记错人了吧？林总，不是说有工作吗？我工作的地方在楼上。哦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画面？难道也是曾经梦到过？别动。您需要我做点什么吗？参与今晚治灵。等一下我问你一些问题，你凭你的直觉来回答就行。好。你分得清梦境与现实吗？当然可以。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会知道自己在做梦吗？应该知道吧。那你怎么确定现在不是在做梦？最近科学研究，人在梦里也会有痛觉。人在梦里也会做梦吗？会的。人的梦境的层次非常深，有些人甚至有七层的梦境。所以你在梦里做梦，并不能说明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中。可是做梦也会醒的吧？你说的对，是梦总会醒的。我也相信。你最近有没有闪现一些你没经历过的记忆？总不能告诉他刚刚脑袋里出现了一些莫名的画面。他要是以为我是个花痴，这工作就保不住了。没有。真的没有。接个电话。他问的这些问题真的好奇怪，这跟游戏有什么关系啊？发什么呆呢？啊，没什么。那个林总，
可不可以借用一下你们家的洗手间？出门左拐，走到头。谢谢。心都闪烁着光芒，随波荡漾，此刻都是你的模样。无人知我心中争斗，故作镇定回复着你的问候。两个世界的我们都忙着赶路，以为定风相见的风景会夺目，但记忆像碎片一样消失，我依旧会被